想跟侯市长吧，因为比较多话可以聊啊。如果跟柯市长的话，他可能很快就会把一杯咖啡跟一个饼干吃完。哦，应该是大概十五分钟就会吃完。对，然后他可能会跟你说干煎。对。哇塞！天哪！动摇暴雨，现在还整个都黏在这边，他还在动哎、欸。我真的觉得我很勇敢。加热，对。你下次去上烹饪节目，我要找戴森。好，我们第一届搅拌大赛正式开始。拍摄，我得赶时间哦。牛年快乐，我们陪你。欢迎莎莎，欢迎收看《市长好忙》，我陪你杀时间。今天呢，来了一位杀时间的好朋友哦，就是呢台北市的副发言人学姐黄静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静怡。哎，除了静怡之外呢，学姐的学长也来到这边了。学姐，学姐。那为什么叫做学姐的学长？这个逻辑有点奇怪。因为就真的是学长，真的是学长。大学的时候我们是同一个系的。怎么样？是很久没有人叫学长，大家都是学姐，学姐，学姐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的食材，哒啦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煮的食材了。今天带来这个喜气洋洋的礼盒，其实是从我们大稻埕来的。因为台北市的大稻埕呢，今年虽然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年货大街实体的活动取消，不过线上大家还是一样可以买到。所以今天特别带来这个联通汉方中药材的礼盒，这里面有很多非常营养的中药材。今天我们新北市也蛮了不起的，就是这些也都是非常补的东西。今天准备了活生生、活跳跳，从今天早才刚从贡寮直送来的贡寮鲍鱼，还有呢，我准备了就是我们新北市很有名的猴头菇，还有椴木香菇。就是先用冷水穿烫这样。冷水把它的杂质滤掉，求救！我要求救！我觉得我好像可以，可以直接求救。它只要就是没有，对，你先稍微烫过一下，然后它的一些杂质你觉得流出流差不多，那就可以拿出来。好强哦！好，像这样其实就已经全就差不多了，真的。耶！哇！早上从贡寮新鲜直送的贡寮鲍鱼，现在还整个都黏在这边，它还在动哎、欸！我真的觉得我很勇敢，超级。天哪，它不怕哎、欸！你看王静，它不会动哎、欸，因为它现在就是已经缩起来了。哦，你要会动吗？就是现在就大概煮一分钟左右，它就会好，但也不能煮过头。戴香怡啊，市长比较喜欢他。哎，那是黄静怡啊，你不要害我变胖，我等下，我现在好害怕哦。下午茶，应该会想跟侯市长吧。因为比较多话可以聊啊，如果跟柯市长的话，他可能很快就会把一杯咖啡跟一个饼干吃完哦，然后你就坐在那里，然后两个人互看不知道要干嘛这样。还是因为你平常都跟柯市长，经常都跟侯市长换个对象。我也觉得跟柯市长吃下午茶，感觉就是可能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要干嘛，应该是大概十五分钟就会吃完。对，然后他可能会跟你说下一间。对，把它打开之后，里面就是一包一包的包装。方便的，对，然后它里面有那个虫草花，这个叫虫草花，听说这个对那个什么用脑过度的人哦，很补。两位市长，用脑过度的人，从这边把它拿起来就打开了，对，很简单。然后要把这个肚子的地方把它就是，把它拿开来，啊，这是它的嘴巴。嘴巴拿掉，就这样，它就干净了。
哦，我最喜欢过年的时候吃虾松，还有佛跳墙。哦，佛跳墙。佛志颖呢？我们家一定有海蜇皮，还有白菜卤白菜。阿嬤会做那个蛋煎，然后把它丢下去卤白菜里面。好，过年的时候就是。但是我们跳起来都已经阿嬤拉皮了呀。说黄静的阿嬤，阿嬤，黄静的阿嬤皮。啊，我们两个就坐在旁边吃。那我目前为止还好，只有问到那种什么年终领多少啊，或者啊，所以你年终。我不够多。要加薪吗？柯市长要加薪。然后还有什么？什么啊？你最近看起来好像有一点胖。是家人就会关心关心。我们新北市很多，我们青春山海线，整个海岸线都可以，都没什么，就是可以找到一个自己比较空旷的地方。如果说就是大年初四这个时间，一定很多人就是已经吃很多了。到大年初四的时候，推荐大家去阳明山爬山，大众，这样你就可以减肥。爆了，爆了！好了，我好了。你好了。啊？我把它拿，现在去煮了。对，它等一下滚了之后再把它。它就好了。对，没有加热。对。你下次去上烹饪节目，我要找戴森。我觉得你这边有一个新北市很棒的食材。啊，对，我们要加进去，加进去。它就是我们用米做出来的。叫做一种调味料，叫盐曲，等于是有点像取代盐吗？对，有一点点经过发酵了，所以它的味道会再更浓郁一些，鲜味会更浓。这个大概要煮多久？我觉得好像没有要熟。大概二十到三十分钟。所以你要慢慢的，要慢慢的，慢慢的。现在呢，我们这边就要来制作提拉米苏。它提拉米苏其实很简单，它就是分成饼干、cheese， 然后最上面的巧克力的装饰。在做甜点的时候，你要多一点点盐，放一点点的盐可以帮助你调味。我第一这是第一次知道，原来是可以加一点点，加一点，然后就这样子一直打发它。对，打发它。我其实就把辛苦的事情交给你。黄静，如果我们有一台机器的话。好，我们第一届搅拌大赛正式开始。一面只要一秒半，它吸水的速度超级快。看就好。对，然后我们把它放进去，其实就是叠叠叠一层一层，这样放就很漂亮。放下去。这样子就很好了，我们的甜点就完成了。现在我们就把它定制，把它放在冰箱里面10分钟到15分钟，让它被定型就可以吃了。哎，你的炖饭，哎，你认真一点。救援。这样子。哦。一直摇头。我觉得那锅鸡汤看起来真的超浓的。哦，好喝吗？就是很重的，我觉得增加一点盐巴应该。我觉得这个颜色金黄色的，有那个中药味有出来，很补的感觉。迫不及待想要吃。哇，这每一口都有包盐。对啊。再吃。还有出来，而且重点是它的味道完全没有那种腥味啊，就是很新鲜。对，它就是超级新鲜的鲍鱼，所以能吃下去。噔噔！哇塞，平手哎！太好看了啊！看不出来。皆大欢喜。好，所以今天呢，煮完菜之后呢，既然是在过年期间，学姐跟克里斯汀有没有什么话要跟大家来说一声祝福？
既然是牛年，所以就祝大家扭转乾坤。Chris 呢？牛排好吃。好，那我就讲一下我们新北市的五后礼记牛好日子，希望大家可以留住好日子，牛好日子。所以呢，今天这个过年期间，有学姐跟学姐的学长克里斯汀来到我们沙时间，所以记得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的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我的新北市官方 YouTube 频道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沙时间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